吃货们、嗯、我是Bella is Superstar， 我是托拉婷耶耶。Hello， 我们今天玩游戏看谁可以活到最后。Go， 还有几秒，是不是在倒数了？一进去，好紧张啊！每两分钟开场一次，要玩的要到前面这边来啊，是哦，要进来这边哦。我想有没有哪一幕是让你看到会哭的？你说有游戏吗？对啊，那个老头尿裤子，那个女生要死掉的时候啊，他们两个畅谈的时候，他叫他一定要照顾他弟的时候。我以为我会哭，但我都没有哭哎、欸，我好像太认真在看这部电影了。其实我也没有真的哭，就是觉得很感动而已。对，就是朋友会说：“哎、欸，这一幕你竟然没有哭。”他们不是第一次投票的时候，就是刚好一半一半。那个老头去投票的时候，你觉得他会按打勾勾还是叉？哎、欸，我原本以为他会打勾勾、欸，我以为他会打勾勾，我想到他玩得蛮开心的。真的、哦，我觉得他会按叉哎、欸。我也以为他会打勾勾哎、欸，真的、哦，我不知道怎么那时候觉得他应该乱唱。我还因为我猜错了，我想说这编剧好会。啊，没有声音。欢迎来到鱿鱼游戏。但很多人去另外一边，这样你就安全了。你们在哪？我不在你们旁边。我们在最左边，好不好？不敢动。有，我有看到 Queen 啊，我不敢动。哎、欸，这是不是可以推人？是不是有一关？啊！他推我，他把推我！哇，真的可以推人，要怎么样去追？你看我后面吗？你那个人很坏，那个人很坏！啊！我要死了！你们不要跳，对不对？You die！ 我看到铃铛跟贝拉在前面。我不能跟你们玩，你这里不能走太前面，被人家推、欸。你看我这边就看到有人在推人了，好坏哦，这个 HYO， 不要跟人群走。我要在贝拉后面。这是不是被射两次才会死？好远哦。怎么快到了？我来帮你们看你们后面有没有推。哎、欸，这个丑娃娃好丑！啊，你不要丑坏蛋！耶！哦，你很鸡巴哎，怎么倒了？推背呀，你们这些变态！什么？谁推你？谁推你啊？你们这些变态为什么要围攻我？他们在围攻我！他们在围攻我！什么变态？你好像过了终点就可以自由移动。看来所有的玩家都已经到达尽头，或者死掉了。哎、欸，我死掉了，我跟莫华死掉了，剩下你们两个。哇，这一关，欢迎来到唐蜂窝。重生要花钱。对啊。简简，你有玩过这个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如果饼干坏了，你就会被淘汰。好，我要选三角形。哎、欸、哦，哎、欸，我就死在这里。哎、欸，这怎么看？那洞。好像是随机的吧？哎呦，我的是圆形。然后要怎么玩？可以放大吗？怎么玩？用手去画。啊，你说这样？对，我死了，用手去画。三十秒，快点！哎、欸，你看，我们就死在这个草地上。你还能看到？哦哦，点点过了。哇，好像一样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出去那里？为什么我死在这里？哎，他有回到大厅啊。你也死了。对啊。你为什么死在这？我不知道，我死在这。哎、欸，我刚刚被那变态，你被骑哦，是变态，你被骑我哎、欸，他们直接，他们应该是一群的，而且第一个推我的还是长很帅的帅哥哦，他高瘦型的，穿条纹衣服，还欧巴吧，啊、哦，现在是休息时间，哎、欸，会不会是杀人呢、啊？哦，真的吗？然后我们回到大厅、欸，他说要我跟其他人家结盟，怎么办？怎么结盟？我看看，我去找。哇塞，好难哦！等一下，我要去高处。你要去找人结盟吗？你要在120秒之内活下来。啊，我知道这个，你躲在高处旁边不要人，就等一下好像会打架。对对对，嗯，这好真实哦。
这样是别人可以打你的。欸，你旁边有人，你们离他远一点。可是我这样跳，这个是下面是那个棒球，可以跟棒球。有人打你，你先跳下去。另外一个人打你。你先跑，先跑。他等下会闪灯，啊，他等下会闪灯，因为他刚就看到你那边有人。右边是球棒。嗯，棒球。你先选球棒。好，然后点两下应该就可以打了。有有有。对对对，有在回，你再取消掉。超漂亮！你不要面对墙壁，你再看不到后面。哎，欸，你现在好像躲起来了。这个点 OK， 你不要乱动，你看一下后面旁边。有，他在回血，他在回血。好像没有人在这里。你就是那种位置躲在一个角落的那种。我保守型。不是，那是人吗？是谁？快点跑！你不要跑到中间哦。如果我们人够多的话，应该就不会输了。对对对，十七秒，可以了，要上去吗？对，直接冲进去。好，我们都进去吧。可恶啊！要怎么推人？他们应该也是点这样的，没有没有。你一开始是走远一点。我一开始就是走，他们不来攻击我的。你被推的时候不要动，就不会死。没有，他会推啊。他们可能喜欢叫。你倒了也不会被开枪，我记得好像是这样。他们喜欢叫 Polar。哈哈哈！我要先去最旁边。对，我也是。咦，那个死变态要来了。你那个衣服穿很好的。是几个变态？是几个变态？什么意思？奎娜。奎娜，我们躲在这草里面，快点，快点，奎娜！哎，看这边可以。哇，你们已经跑过去了。哇，这边可以，好好，快快。所以我们可以从那洞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要开始了吗？可以了，走，走，走。不要推我，你们不要推我。走在近。谁推你？飞啦，你刚刚撞到我。我在你前面。啊，哪有？你在我后面。我们现在躲在草丛里面，好笑。林大，你不要在那边，可怕！我以为是路人。我在后面。林大在哪？林大在我后面。他刚刚在那树丛旁边，我以为是路人，哎，我吓爆了。你不要乱动。哎，还要有这个树丛哎。对啊。不知道在这树丛里面动，他会发现。那你有人要动作吗？我去外面拍你们。你推倒我。你那么远啊！你这样看，你从外面看得到我们吗？会不会用跳的会比较快？会吗？不会。还好吧。天天好快，天天过了。天天跑那么快啊！我来看看你们。耶呼！我们要去开跑了。哎呀！不要！不要让波拉过来！波拉怎么样？哎，干嘛推我？我要推你！怎么推？我也不知道怎么推。就这样啊，点两下。哦，中间那个要先点启动，你要先给他点启动，然后再按。哎，为什么我不需要先？要先启动，然后再点两下。为什么大家在那边？因为一直被推倒。哦，开枪啊！第二关那个碰糖要像甜甜那样仔细画哦，不然就死了。它画面没办法放大的。运气好像蛮重要的，如果是雨伞出。欢迎来到糖蜂窝姐，按照线切饼干。如果饼干坏掉，你就会被淘汰。好紧张哦，你们都不讲话。我们紧张啊！我们在等他什么什么。哦，我是圆的。我要是三角形。你是从哪里？从下面。哇，哎，它旁边碎裂，你们发现吗？如果不小心，哦，我过了。我刚刚不小心出去一点，让饼干碎掉。
我刚刚不小心出去一点，然后 我不敢动，我要把手收回来。如果有笔的话，很好。手指太粗了，大家。忘记带触控笔来玩。第三关就是刚刚那个结盟啊，就是、那個啊结盟啊、哦，那我们就是一起结盟。我们就是把球棒拿起来之后，在一个角落等来就。走，快点走，我们快点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怎么没看你们？哎、欸，你们在哪？我们上去，我们上去，哪一个上去？我在找第二个，不是第二个，我也不知道第几个。你们在奎达，你怎么又跟我又不是爬这个了？快点要关关了。我找到贝拉了。等一下啊！我找到贝拉跟奎达了。怎么上不去啊？啊，我这里有韩国人，你不要离开。我还有120秒，你不要紧张。好，笑到我。怎么办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去最右边的墙角，最右边的那个墙角，然后我们摆一个阵型。最右边是哪一边？最右边啊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然后我们就在这边摆一个阵型，谁来我们就敲他。可是我们就在下面就好了。对啊，就这里啊。我看到就点点点点。啊！我看到。啊！就点点这边。你就先回。对，有人来我们就先会再说。现在黑黑看不到吗？对啊，过来这边。哎、欸，来墙角这边啦。他们，我真的点点音乐，你不要走，你后面，你过来，在这边。我不能害你们，我不能害你们，你们快跑！我来安全，我来要来找我了。我来，哇，好多人哦！打！天天我们跑了。我很安全，天天我们跑了。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要去找地方躲起来了。我不敢害了你们。我现在在左前后左右乱挥。我要去爬起来，我要去墙壁爬起来。哎呀，我们在这好像你要。我躲在一个柱子这边。你不要爬这个，拜托。你不要爬，在里面。我不要骂脏话，对不起。哎、欸，你们都还好吗？我躲在最墙角了。我也躲得，我旁边的人没有要杀我的意思，所以我决定要在这。你还是要爬上去比较安全。我爬上来了。我爬上来了，我在一个角落。啊、你不要拦我、啊！点点，你还不爬上来？我来爬。点点，不用从那边爬，从后面爬也可以。有人可以关心。从他最后面爬也可以，我看得到点点。有人靠我好吗？好吧，我自己爬。点点，换一根，换一根。去啊，没关系，剩10秒，我可以撑。我相信我可以撑过去的。要跑 S 型哦。好。我现在在正中间，大家乱跑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！好可怕！哎、欸，你干嘛？还可以打、哦？还可以打？还可以打？我不要！你不要、啊！不要，拜托！啊！我还在打哦。结束了吧？拔河，拔河，拔河是拔河，我们同意了吗？我跟朋友一起，是按哪一个？会出现一个按钮，请尽快按向它。祝你好运。哪里有按钮？哪里有按钮？不知道我跟谁一对。我跟 Queen 哪一对？我跟林道，林道跟你。开始，开始按了。对吧？我们后面一点。他会不会给我们那个？哦，有人自己跳下去。我们现在在门口这边集合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在这。大家都还好吗？重点是我们知道他们全部人都走中间啊。哎、欸，我们两个平啊，真假的？你看，有人已经到终点了。什么走中间？他走中间那条啊，那够平衡呢、欸。他怎么那么厉害呢？那现在怎么办呢、啊？而且我觉得我用跳的有可能掉下去。对啊，因为有的人用跳的就掉下去了。用跳都掉下去了，怎么办？他是有时间的吗？哎呦哎，
哪里有？哪里有？前面啊？有啊，上面剩38秒。啊走走走！哎、啊欸，你们先，啊、你们不要下一局，你们不要。哎、啊欸，你们刚刚这有没有看到那个人吗？他直接走中间，然后就走中间。好恶心啊！他怎么有办法？我刚走中间没办法走哎、欸。点点，剩破了。这游戏太难，哎、欸，这最后一关了吧？哎，后面还有弹珠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我们结束了。由于游戏果然真的非常难，要是说我们去玩的话，恐怕是没有人得到456亿。我们只会丧失生命，所以我们不会去参加。好了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下面我们点一起，让我们去翻下一集。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铃铛。那希望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